农历9月廿5，沐晨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小米油品上架了一款番茄鸡蛋冻干面，主打非油炸宇航级冻干技术，采用全物理加工，号称仅需开水冲泡就可以吃到和煮的面条一样的味道。一箱12杯，售价59.9元，限时包邮。吃惯了老坛康师傅的宅男们，这款小米冻干面约不约了？昨天有外媒在国内不存在的视频网站上上传了一加 5T 的开箱上手视频，视频中的一加 5T 正面采用18:9三星 AMOLED 屏幕，分辨率为2160×1080，前置1600万，后置1600万加2000万像素，双 f1.7 大光圈摄像头，指纹识别模块竟然变成了圆形，其他配置基本不变，预计售价依然是2999。外媒 SlashNix 曝光了一次小米 Mix 2S 的真机图，图中 Mix 2S 整体更加圆润，屏占比进一步提高，摄像头从底部移到了右上角，背面依然是指纹识别和单摄方案，真机照的真伪存疑。但这样设计的小米 Mix 2你会喜欢吗？消息称，三星将推出终端全面屏 A7 手机，从曝光的渲染图来看，采用了和 S8 类似的圆润设计，观感不错，正面的额头和下巴做到了最窄，背部采用了单摄，下方是指纹识别。 A7 2018配备了一块 18:5:9 的全视曲面屏，拥有前置双摄，可能会采用人脸识别。这次三星将扬声器放置在了手机侧面，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考虑。今天上午，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泰利公司。泰利一直专注于飞行汽车的设计与制造，也有多项世界级科研成果。在吉利的帮助下，泰利美国的工程师团队人数扩充了3倍，并成立了新的研究院。按照目前的计划，2019年全球首款飞行汽车将会在美国量产，2025年首款垂直起降的飞行汽车也将实现量产。泰利也在杭州建立了研发机构，未来将会在中国实现飞行汽车的量产。老铁们，系好安全带了吗？我们要飞了。极简又拉风，每天1分钟。